过来坐哟。 比武。 第二局，上坤胜。好，等他下一次转过来，我们会看一下。啊。这样，上坤，关于他这个判罚的这一个呢，我们有标准，我们在这看着的。 如果不符合要求，我们会给他提出警告的和判罚的，好吧？提出警告和判罚的，好吧？后边停一下，后边我们这边来判，就不要随意的就这样打断比赛，好吧？4-1。这能看？这手拿开了吗？这手拿开了吗？这手你手拿开了吗？
就直接弹这么发球，越到后面越这么发。你看，你上上分，这样我们这边是有看着能判断的，好吗，上分？如后边如果要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这个裁判我们会给他判断。我不是赖的，这个角度很站着的，我必须让他判断。这个裁判，我不是赖的。不要说你，这个角度很站着的，你可以，我不是赖的。我知道，我们到时候给裁判打个分，10比10。 12比13，13比14，14比14。上回他那个球不是那样发过来的。 5比6。好，我操，擦网了，我操，擦网了，这个没有擦网，7比8。 7比8，11比8，第4局，尚坤胜。 6比7，3比10。 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, PingSunday.com.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.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.